这是两块黑钛板，要求焊接呢不变色。我们先来测量一下，厚度是 0.63， 用我们6800型号，电流06，时间03。先用设置好的参数呢进行打点固定，以陶瓷嘴为支撑点，调整一下钨针尖距离焊点的距离1毫米以内。这个距离找对的话，焊点成型是比较容易的，一点成型。然后看一下背面的焊接效果，不变色。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用这个参数进行来满焊了。顺着前一个焊点的尾部均匀的移动焊腔，形成后面的焊点，这样焊出来呢都是比较均匀的鱼鳞状的。这种要求不透色的焊接效果呢，一定要注意焊接的时候这个焊点必须要均匀，不能压得太密。这样的话压得太密，相当于每个热量叠加会比较重，那透色也会比较多的。这样我们整体都焊完了，来看一下整体的效果，背面正面的效果。